躺好呀，我会讲中文的，请说。桶神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终于发现为什么你那个桶要叫那个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自然是统领各路啊，然后带那个走向胜利啊，这个各种 carry 啊，这个完全正确啊。其实我就是有一种领导者的风范啊。对啊，你打中路自然是各种吊打对面啊。吊打没有用啊，这个系统那个我也是完全没办法。你看你刚刚各种那个还可以单杀夜曲，简直比通乐还猛啊。单杀夜曲有吗？有啊，你刚刚不是那个，然后不是单杀那个，然后可是你还是被收掉了。伊月利亚，对啊，那个伊月利亚九成十有偷听啊，这个真的没水准啊！以后我讲话一定要注意那种偷听的，我每次太容易喜形于色。对啊，而且你那个中路，每次你玩中路就直接通到对面主堡啊，简直比通乐还猛啊！这个哪有什么？那你可以来我家帮我通马桶吗？通你老师啦！